帮我偶遇前妻和别的男孩相亲。很巧啊，妈，这是哪位啊？朋友，朋友，我俩朋友啊。对，朋友。不是你现在都喜欢这么年轻的了吗？眼瞅刚成年嘛，也是哈，还年轻有活力。那你现在有活力吗？那个你俩聊，我上厕所。咋了？刚才生气了？我生啥气呀、啊？我跟你俩这么多年了，你吃没吃醋我还不知道。我没吃醋，我有啥可吃醋的呀？姐，妈叫我回家吃饭，你俩先聊，我回家了。行，你路上注意点安全啊。嗯，没事没事，不用惦记。走了啊。还生气呢？我生啥气？我告诉你，我从头到尾我都没生气，我就是怕你遇到哪个小变态，给你的丝袜刷给你揽开。你关心我的呗？我关心你啥呀？我从来都没说关心过你一点啊，有啥可？不让你亲了吗？家规第一条，背。老公讲的话要听。没烟了，买一盒去。